就是属于传统天主教的这个地区啊，嗯、比较有好酒、嗯，或者说比较讲究 好的红酒。对，这是真的。哎、这个新教、基督教的这个地方、嗯、比较清教徒、嗯，这里边就跟什么呢？就说那个耶稣啊，什么五饼二鱼，就是说领圣餐，领圣餐你喝的那口酒，对吧？这个你像基督教的新教，他就讲究这人呢、啊、这种减少自己的欲望、贪欲，所以说真的就是喝个酒而已。因为新教国家基本上不太讲究这个美食，就饮食上的享受。所以大部分这是一般的讲法，欧洲的美食国家是能够划条界的，就凡是天主教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好东西吃，有好东西喝。然后到了德国、荷兰、英国，新教国家那就马马虎虎了。最糟糕的就是美国，对，美国是新教集大成，所以就要在天主教，你比如意大利，对吧？他就觉着，哎，红酒上帝的血呀、啊，还是耶稣的血呀、啊？他们会觉着，既然是耶稣的血和肉，那肯定难吃不了。而且他讲究这个啊。而且在欧洲最伟大的，他们不叫啤酒，用啤酒听起来是大众饮料，叫大麦酒。对，都是在最好的修道院里面酿。是。哦，哎，而且他们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最好的，我们称之为啤酒的这个大麦酒中间、嗯、最伟大的七种，都是在世界上地球上现在最古老的七个修道院里面保持了1000年到800年的配方。对，你比如说比利时那些，比利时或瑞士这些。辛老师，当年您这个头一次从由于中国土鳖刚到美国的时候，您第一次喝这个好的红酒。咱们也不是一步从土鳖卖到羊鳖，卖了半步在哪儿呢？就在北京的，就是东角名巷旁边有一个餐馆，当时是苏州搬过去的，叫做松鹤楼。平台在那儿，松鹤楼还在，是苏州老饭馆。在那里我们宴请，中方宴请，宴请谁？哈佛大学的名牌教授麦克法库尔。而且呢，中方的主人是谁？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姓赵，已经过世了。当时呢很遗憾，中国还没有进口的葡萄酒，只好和王朝，天津王朝出来的第一批的这个干白，叫当时还不叫干白，叫半干白。我当时这是土鳖啊。然后呢，麦克法克就说，他这个就看了一下，说 That's semi dry， 就半干嘛。我当时一直就不懂。我这个葡萄酒怎么是 dry 呢？是干呢？我们中国人讲干嘛是吧？杯子喝到底朝天也干的。我这么一瓶酒，怎么一口就能喝到底朝天呢？这才叫土鳖。我现在基本上等于这个天天都得喝红酒才能睡觉。谢谢啊，谢谢。真的这么严重？对啊，对。我那红酒没有喝到，红酒成了安眠药。我跟你讲啊，窦先生，因为你喝的这个红葡萄酒都是给女士们喝的这个档次。还有什么档次？你要真的喝那种雄男、壮男的这种红葡萄酒的话，比如说啊，还有这个分别，当然了，什么红葡萄酒是雄壮一点的，这就是新大陆的。新大陆跟土壤有关系，跟阳光照射有关系。喝点智利的，或者是加州的，尤其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最好的红葡萄酒 Shiraz， 我们国内讲是辣子。最好的它是带皮，一种是按照手工做下来以后，如果陈了半年以上，你瞧瞧，你晚上喝一瓶，别喝一瓶和半瓶，你别想睡觉。一夜睡不觉，我到澳大利亚去，天天晚上失眠。我以为怎么回事？我泡咖啡啊，晚上不敢喝。后来澳大利亚那个卖酒的跟我讲，他说你是不是天天晚上喝红葡萄酒？我想是的。但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比咖啡还厉害。天哪！你试试看。有了这个红色伟哥的效果是吧？可是顶多我看效果也只能3个月，因为这样喝法3个月就会睡下去。对啊，习惯了是吧？所以还是用我朋友那一招，他是这样，喝红酒也睡不着。吃药也睡不着，吃完药喝酒，你先吞2颗安眠药，然后喝个酒，保证你一睡不起。但这个很容易出事。一睡不起跟安眠药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家伙，一睡不起那不就是安眠药？我认识很多人，就是，吃完安眠药再喝酒，下场通常是什么？比如说穿着睡衣上街大喊大叫，或者是半夜起来烤了个蛋糕，然后到白天把它吃完了，自己都不知道，甚至烧炭。烧什么最好了？对，烧炭最好。你说这个，我有一个视频可以给你看看。你知道现在他们有那个摄影队啊，做那个实验，就是人的反应。就比如说，丁老师，您知道这个年轻人喜欢泡夜店，您知道有一个现象叫捡尸体吗？他可能不知道。捡尸体就是你已经喝醉了。在台湾，我就那个照片我看了，那个照片看的，那个看的，就是说这个小姑娘啊，
喝醉了。这个、你的男的，你开着车出去，街上酒吧门口竟有这个喝躺地下的那个小姑娘，你可以把她扛上车扛回家，带回家，美其名曰捡尸体，对吧？说这捡尸体这种现象，他们现在纽约做了一个测试，就是说找了一个扮演的一个女的喝醉了啊，穿的也挺暴露，躺在街上，看看美国的这个男士们怎么捡尸援助她，对吧？哎，结果发现美国人还真是挺高尚的，喝到就是说，哎，也大多数吧，基本上都是，哎，你怎么回事啊？什么帮助你啊？把你送回家呀、或者帮你通知谁啊？然后呢，他们在中国呢也做了这么一个实验，你可以看看这个姑娘假装喝大了，看看中国的男人我们怎么样都去报公安是怎么捡尸体的？我们来看一下，看他的下场，哎、是在哪个城市？对，什么地区？把这个手送到哪儿去了？手在腿上的吗？自己的腿还有别人的腿，这很怪。你瞧，这是送酒店去了。酒店，你这是去弄酒店，拽着这女的给她开房，进了房间了。是唯一一位。然后呢？然后呢？给他脱鞋，你看。好，这女演员还挺会转身儿。先来一个武术动作，一腿弹过去。男生，这是男生吗？工作人员该进来了。OK。哎呀，这个有点趣，这个有趣。丁教授看了要举杯庆祝，这个有趣，这个有趣。这不太真实。自己学校也可以做这种社会实验，是吧？不太真实吧？你看刚才这房间有四个镜头，对不对？高低左右有四个镜头。对，你去偷拍不可能装这么多镜头。哎，但是呢？我的确发现很多男人就借女人酒醉，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咱不能当女的当然不是傻子，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我真的身边很多男人就跟我讲，女人呢，甚至我有时候认为女人是不是洋醉，就本来这一夜情啊是你情我愿，但是是不是有些女性似乎她认为她有一个喝醉了的理由，就更容易接受。很多男的他的实践经验就告诉我，就女的清醒很难上手，就总得把她喝大了点儿。你说这是丁教授，您喝这么多年也是这方面？是，这个事情在东方比西方应该多一点，因为西方这个社会里面比较自由，比较开放。这个我们在澳大利亚就听那个澳大利亚人一句讲，他说在这个英国，在爱尔兰，因为他们很多移民都那儿来的，他说女士们喝醉了不认为失态，你在喝醉之前做的事情也可以做，喝醉以后也可以做。但是我就发现在日本韩国这些比较传统的社会，女士们要做一点放肆性的事情，她只能以喝醉了酒以后作为一个借口，她不一定真的喝醉了，喝醉了酒做的事儿，讲的话动作过分一点OK， 老司机，而且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作用嘛。你说女的没喝酒以前不容易上手的，她可能有些理由不让你上手，比方说嫌你丑，她喝了酒就根本看不清楚你了，对不对？你因为那个多丑的都觉得都一样，都长得像彭于晏啊。然后呢，她可能嫌你穷，喝了酒她也忘记你有钱没钱，所以你喝酒以后呢？他不让你上手的理由都不在了，
所以就变成真空状态，真空状态你就上吧。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其实他们老讲情怀，我觉得更有决定性的，我老爱讲状态。它是个状态，不光女的要喝，我也要喝。因为我现在发现，像咱们这个有厌世倾向的吧，很多时候，尤其是你这个知识分子，就是你太清醒了呀，你跟女的啊很难达成这个柔情蜜意。有时候就觉得不想，人家不理你，我也不想。你要有时候觉得这个没有兴趣。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这个酒并不是让把女人灌醉，是把自己灌醉。对，然后胆子就大了。不是叫胆子大，而是啊。有一种这个美好的朦朦胧胧的感觉，人呢也比较容易释放一些心里边的情啊。我跟你说，像咱们这样的，就是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你就是说这个我爱你，我跟你说，我都脸红，我就觉得臊眉大眼的，没那个，我是有这个激情，但是有时候我心里也有一个锁，打不开心扉。有的时候我们俩来点儿。哎呦，这家伙就互相就能够很容易进入到这种谈恋爱的这种幻觉当中。你要想进入，我们亲个嘴吧。你要想进入这种状态的话，当然最好的效果是喝葡萄酒，尤其是红葡萄酒。如果说在亚洲，最好的状态就是喝那种我们中国的那个绍兴黄酒这个系列，在日本就喝清酒。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很有趣的，就是说你看那个日本人为什么就是说有那么多说。在喝酒之前，没喝酒之前，正襟危坐，规规矩矩，是吧？什么长幼啊，什么尊严呐，一大堆。日本人干的最荒唐的事情，都是在喝了酒的时候。对，但是他们喝的不是我们讲的烈性酒，喝的就是清酒。因为清酒有这个效果。清酒你能喝的很时间很长，你能慢慢的喝。而且清酒喝过以后，在你脑子里面能够留下持续的，是那种迷迷糊糊，是半醉半醒。是也没到不能够自己，但是呢，平时不敢讲的话，平时不敢的表达都来了。对，因为这个清酒是从中国的绍兴酒过去的。绍兴酒里面没有经过蒸馏，它中间留下了很多的生物化学物质，使得你容易，我们讲就是以前中国讲喝酒容易上头，容易上头，对，哎，容易受益。哦，原来是这样子，受益，哎，难怪很有道理，因为一般好像觉得黄酒跟清酒都是容易上头，都有效果，而且你能够睡很长时间。没有重点，有时候是说喝酒有没有喝醉，怎么交心，或者是放肆都好哈，我觉得都很容易看到。比较尴尬难以处理是什么？第二天起床，先别说身体上喝醉，第二天起床。不管是男女哈，比方说起床你发现睡旁边没穿衣服哈，那就很尴尬哈，要处理啊。那就算是男人，我记得北岛好久以前有一个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两个人哈有利益矛盾，就在 office 在办公室哈，喝了酒交心，哥们兄弟，我对不起你，不，我对不起你，然后讲了半天，第二天睡醒了，回到办公室还是你见到我，我见到你，重点在于说。那些利益矛盾没有解决啊，还在那边呢，还在那，然后还在那边，那你可是昨天好像交了亲了，很尴尬，怎么办呢？怎么那个是大家来假装昨天晚上的交心道歉没有发生呢？还是往往会变成了冲突更深？我会计算的更深。所以这说明你还是比较认真的香港朋友。像我们北方人对这个现象早已经老早就办了，安之若素。老早，我跟你说啊。昨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我跟你讲一个，我跟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太多了这个，就是中国有一个著名歌星，我们俩呢就是当年关系挺好，男的女的，男的还是个帅哥，就是他喝酒有名的，就是一喝能喝出双重人格来，就是所谓咱们叫断片儿。丁老师，你断片吗？我不断片，我也不断片。他断片就能真的昨天没发生过，就是。我当天晚上从香港到了北京，好，我们在一个酒吧里，我们在喝酒。这个人啊，喝醉了酒啊，他本来是个帅哥，很清醒的，一喝了酒啊，媚眼如丝，整天晚上在我这儿腻了一晚上，就跟那个激情四射，哎呀，就是他今天晚上就变成了我的情儿，我的情妇。他在诱惑你？不是，他似乎喝了酒之后啊。他就变成了一个，这天晚上就一直这么抱着我，就缠着我。我不管跟文道说话还是跟家辉说话，他就他也听不见别人吗？他是 gay 吗？不是，也不是，他绝对是异性恋，就是他就听不见别人了。他进入了一个人格，就是他喝大了以后，他进入一个人格。我估计这个人设就是什么呢？他今天晚上是我的女人，
因为他的表现完全是这样的。可是第二天下午什么都忘记了，起床我碰见他，没事，他说你是不是、哎、文涛、你什么时候从香港回来的？对，这是真事儿。就我觉得他有断片，但是问题有意思的是，断片之后他会出现另一个人格。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说明人人都是这样的。就我常常觉得，大部分人，至少大部分人真的是大部分人。很多人我们常常说酒后吐真情啊，酒后吐真情这句话后面假设的那个人格的结构是同心圆。就我们人格是一层一层剥洋葱的，我最外围那个是虚假的，然后喝了酒一层一层吐露出来才是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我们换一个想法，其实只是人格是多重的，是喝酒打开的只不过是其中一格，就你面对不同的人也未必就是最后面，也未必是最后一层，也未必它比较真，要当肯定不是最外面一层，没错，我们平时是最外面一层，是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就人格其实是破碎的，就很多多很多元的，而且我实际上人格就是洋葱，人格就是洋葱，那你或许可以从光明一点想嘛，因为喝酒了会放松，有时候会让你把一些没想通的事情想通。这个托尔斯泰讲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话，那是俄罗斯人。但我们俄罗斯的作家讲过的最清醒的话，都是醉酒以后。这个逻辑嘛。俄罗斯的人醉酒跟我们中国人醉酒可不是一个档次。我就在北京机场看俄罗斯人怎么叫喝酒。我以前自己认为自己就可以了，这可是20年以前的事啊。三个人一看样子也不是工人阶级，也看样子也像个知识分子样子，从北京机场我然后飞回香港，我们都是在那个下面一层那候机，这三个人进来以后也就30来岁呀，穿着衣服西装跟你差不多，没带领带，就是很潇洒的样子。冬天呢、就站在那个柜台上，每人要了一瓶红星牌56度的二锅头，每人一瓶，当场那个卖酒的以为是要带回俄罗斯，他说不，他不会讲中文，就手把撬开以后，每个人站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吃，三个人聊天，每把三瓶酒喝得精光，然后上飞机了，半个小时不到，我在旁边看了一个非常佩服他，一点都没有反应。那才叫俄罗斯人，做俄罗斯人喝醉至少要有3瓶二锅头56度。你这上次我们去莫斯科的时候我才知道他那个真是尸体啊，就是有些人就是醉死街头，因为俄罗斯那个冬天呢太冷了，太冷是，就每天早上起来莫斯科街头就很多冻死的，真的冻死的，冻死的，就他能喝到这种程度，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喝酒这玩意儿啊，它是个人生状态。你这我脑子里一下想起我过去看过一个电影，就尼古拉斯凯奇演的那个叫《两颗绝望的心》。就讲在拉斯维加斯一个酒鬼和一个妓女，我也看过，就是你说人有那么一种力量，就是我要喝，然后呢，我觉得那个不仅仅用饮来解释，甚至咱们说魏晋南北朝，就你讲这个刘伶醉，他们那种就是照死里喝，坐这个牛车装着全是酒瓮，然后留下一句话说哪天我喝死了，就地把我埋了，你说。文道，你说他这是求什么呢？求死啊，还是求？他不是求死，就是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刘伶跟那个你说的那部戏啊，还不太一样。两个绝望的那个是一个，他要努力的把自己往下拉，就别人觉得那叫做无限制的堕落，但是对他来讲那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解放，唯一的解放，心灵的解放。对，要不断的把自己往下，但那个往下其实是很有勇气的，那是要冒险的。你不知道人的底下还有什么，一直所谓的大家觉得所谓的堕落不立图振作，这都是负面的嘛，我们所有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消极面的东西，对不对？一个人老想把自己灌醉，老不想振作，觉得他是无所作为，恰恰我觉得相反，这是要一种作为，而且是一种很厉害的作为，这是要花力气的。而且你想，你尤其讲到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些伟大的这些文人，那当时对他们来讲，实际上有好几种选酒同样效果的。我们讲喝酒，还有胡来，我们喝了很多故事。还有福山，还有一种就是走向宗教，走向宗教，都是要
你说的这个是对，您说这是往上走的。对，其实我在中国社会里啊，我其实我不大喜欢那些喝大酒或者撒酒疯的人。嗯、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的朋友都是很好的哈，就谁也不会勉强谁。但是实际上，我过去在中国社会见到的这太讨厌了。所以我认为酒啊，有可能让你往上，但是也有可能释放你的恶。就是有些人，你明显觉得啊，他是平时伪君子，平常啊，对你的那个满满的恶意啊，他没法释放。他只有喝了酒，找到了一个合理性，就说我操妈的，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你知道吗？就会弄出这么一种。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挺尴尬，就是我有一个男的朋友，这哥们儿他挺有意思，他怕他的这个女朋友啊，这个喝酒，因为呢。他就说，就是说，哎，他清醒的时候，就平常清醒的时候啊，典型的是个贤妻良母，就特别好的那种温良恭俭让那种女人。他说我真是最烦他这个喝酒，因为每次他一喝醉了啊，就没像咱们这微醺哈，他这女的一喝醉了，他觉得那个嘴里说出来的那个话呀，让他听得太，就是说，哎，人有些人是不是心里有一种逆反人格，就是说。你讨厌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讨厌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讨厌我说前男友啊，我喝醉了我就是跟你说前男友啊，你讨厌我什么，就是好像他就说这个女的怎么我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每次一喝大了就跟我，他就简直我就摁不住他，然后嘴里说的是那些我清醒了之后都他妈讨厌的不行的那些话，你说那种叫 SM 人格嘛，就是虐待狂嘛，我明知道讲什么你不舒服的就偏说，可是喝酒很麻烦的，你自己麻烦，你陪别人喝出问题也麻烦。我很少看到我父亲哭，我记印象中生平两次，一次我以前在节目讲过，就是当北京天上人间倒闭的时候，我父亲就哭了。因为他说一辈子，可以理解，你知道吗？我说一辈子，不是，因为父亲真是个伟人啊。不是，因为他没去过，他一直期待我发了财带他去一趟，他久仰大名啊。可是后来我一来我没发财，二来天上人间倒了。他说我这辈子，这是九十年的事吧？啊，九十年了，好久，就十年前的事，十年前我还是没发财。父亲主要是心中的圣地沦陷了，这是他觉得是他的一生的伤痛之一哈。除了我第一回听，对吧？除了天上人间老板之外，还有别人为他的倒闭而哭。但他很惨，他第一次其中一次见他哭，另外一次呢更早期，我记得我在国外读书，然后回香港放假看他，哎。有一天下午看他哭，为什么呢？他接了电话，他在澳门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报社的老板死掉了。原来是什么？我问我妈怎么死了，看我爸嚎啕大哭啊。他说什么呢？那个朋友就是喝醉了，什么什么掉进河里面死，然后死之前呢，有点说他自杀的，因为肝癌，喝酒喝多了。那我父亲哭什么呢？因为他总是觉得是我把他喝死了，是我把他喝死了，因为我父亲。不晓得为了什么理由，每个礼拜去澳门一趟啊！我们都，我妈也不敢问他什么理由。到澳门找天上人间去了。反正在澳门呢，都是跟着朋友喝酒。我父亲酒量好嘛，然后呢，据说就每次就灌那个朋友喝喝喝喝，喝到最后那个朋友呢，肝癌就自杀了。我这个，所以就觉得他害了他。你这个，他这喝酒还是没你这个爸爸的朋友喝酒还是没有潇洒。我们小时候。那个在农村里面，那个知青联谊的吧？知青。知青，我们那个生产队长啊，他有个习惯，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带人下田做干活嘛，去大寨，很累，那个营养也不好。他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是把他那个卧室里面那个桌子上那个放酒那个地方倒下来，就是漱口杯啊，那也漱口杯嘛，倒半杯就一口喝，然后带人下田干活，一直干了很长时间，结果有一天不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因为那个农村的那个房子里面没有灯的，对吧？都黑的一塌糊涂，是五点钟嘛，家里人收拾桌子的时候，把他原来放酒的地方放了一瓶煤油，哎呦，那都是一样的瓶子，他也就倒下了，闻都不闻就一口下去了，煤油下肚子，那就在地下打滚呐、生产呐、煤油下肚子什么感觉？就是肚子里面就是起火了嘛，就打滚嘛，火烧嘛，打滚。那划根火柴，他就着成灯笼了。然后呢，他喝死之前的时候最有趣了，
那个他那当时已经是升官了，当了大队书记了，就是他死之前的时候也是肝癌啊，农村里喝的都很差的酒，然后那么县里的干部都来看他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那时候已经不能讲话了，然后就把手挥挥对自己儿子讲，儿子，那个底下人就说，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要那么走啊？儿子不是的，但我爸让我带你们去喝酒。看看我这下场，你们也这是一个活得彻底的人。哎呀，这是个活的彻底，这才是喝酒喝到家的人。求人得人嘛，真是求人求酒的酒。你哎，文道也是就喝，也爱喝吗？我不，我现在极少喝，我基本不喝。那我除非外面写那么多吃饭有必要的时候喝，因为我们学佛嘛，对不对？因为我曾经很喜欢喝酒。但是我后来发现喝酒真的会破坏我，就所谓破坏不是让我醉，破坏一个佛教心态啊，破坏就是对佛的一种心态，就是对。因为比如说，因为我学禅，那我因为我禅修，那你尽量让自己清醒，要知道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在想什么，在什么状态。喝酒对这个真的是有影响。哎，这个有一个进不了这个状态。不，有一个净土宗的一个老和尚，他就倒跟我讲啊，说佛教过去一直讲几大戒嘛，杀盗淫妄酒。嗯，他说但是呢，第五个这个酒啊，嗯，不是跟前面四个不太一类，这叫所谓遮戒嘛。对，前面叫根本戒，就杀盗淫妄是根本戒。他说酒为什么可以遮呢？他说这个你要想它的本怀，它的本意，本意还是怕你喝酒乱性。对，不利于你的修行。对，哎，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佛教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讲一个小沙弥，他就觉得，他反正酒是遮戒，不是根本戒，他这个戒的原意就是不要让你乱性，那所以呢，你喝点不乱性不就行了吗？然后有天他就喝，喝着喝着，你知道喝酒啊，就到了不太会喝的人到了一定程度，哎呀，喝高兴啊，喝爽了，就接着喝，继续喝，结果喝醉了，喝醉了之后呢，他。就出门瞎逛，然后呢，看到一家大户，哎，觉得挺有意思，想进去看，就偷偷跑进去看，偷偷跑进去看呢，就看到一个佛珠还是什么，觉得挺好的，就想都没想拿起来掏自己兜了，先犯了偷戒，结果被一个婢女发现了，那个他就跟这个打这个婢女，后来觉得这个婢女秀色可餐，强奸了她，犯了淫戒，那就完了，所有的戒都被人发现，然后杀了她，犯了杀戒。然后最后出门被人撞见，然后死活不认，又妄语了，五戒全犯，四戒全都犯完。所以你看，我就说啊，有酒为妄了资本。这个酒，其实我都不认为我是喜欢喝酒的。嗯，我觉得就像你说，酒不给我带来什么灵感，嗯，酒也不能够让我怎么着。我主要是觉得，就是说我见的很多，你看，咱们在外国，您像您说您在西方喝酒啊。他基本上还是好像享受的，是，因为我在中国的酒场上啊，见到的更多是人情、人际关系。就是我过去有一个想不通的，就是喝醉酒之后，我感觉到很多人呐，我就觉得有点怕，就是我才认识到他心里是什么。比方说，你就会从这儿观察到，中国人呢最怕别人瞧不起。嗯，清醒的时候他会遮住了。对对对。